李静雅从小就不爱念书，国小一年级开始逃学，三年级打架肇事，一直是家里的头痛人物。国中毕业后的她就在庙口担任乩童的工作，白天她意气风发，但到了夜晚却是极度的落寞、孤寂和空虚。十岁那年，她看着父亲奏事，让她对生命有了好奇，一生中不断地追寻生死鬼神，越陷越深的他更是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交鬼邪灵附身的境况中。静雅哥你好，哎，很特别的是你的名字哦是道士取的哦，是不是阿公阿妈给的哦？不是不是，这是怎么来的？我父亲娶了一个太太，阿妹啊生过小孩，后来就在那个墓碑上面就刻了一个静雅啊。我道士取是说那个时候民国五十一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局势啊，亚洲的整个局势不是很平静，他们生下来一个男孩子啊，让整个亚洲比较平静。哦，所以是先有名字。对，你那时候还没生。我还没生，第二任太太就是我妈。哦，所以一生出来就有了一个名字。对，哦，是这样子的哦。哎，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我们乡下那边，我住台南的家里。嗯，我们那边有三个村落合成一个里。嗯，我们是最小的一个村，那个28户。嗯，啊，都是民间信仰。嗯哼嗯，哎，就是这样子啊，拜拜啦，什么都有。嗯哼嗯，可是后来你是跟着爷爷奶奶住，对不对？对，所以爸爸妈妈其实没有在身边，他们在台北工作。哦，为什么没有把你带着一起往北上？因为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哎，他们都在台北啊，只有我留在乡下，嗯，我又是长孙。嗯哼，嗯哼，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在乡下也算小霸王。后来是为什么会打架闹事？回台北哦，打架闹事。对，我三岁就会骂脏话了，骂三岁。三岁话都还说不清楚哎。哎，我妈告诉我说我要跟我阿妈要饼干，我阿妈不给我，我就。然后跟告诉我爸，我爸就把我吊在树头上打。是在那个环境下耳濡目染的。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可是三岁就吊着打，这也太严厉了吧？我因为我亲生父亲非常有暴力倾向，哦，那时候有家暴哦。哦，对。你打妈妈？会。打你们打很凶？对。还有什么比较离谱的行为吗？离谱行为就是我三年级的时候上台北。嗯，然后我们就会打架啦，吵架啦，然后我爸爸生气处罚我们啦，啊，打完以后就要把我们塞到茅坑里面去。哇，你真的被塞过到茅坑里去啊？就头都快要碰到那茅坑。哦，天哪，那时候就很有恐惧。就有一次我爸爸订了一个桌子，我就跟我弟弟抢着要那张桌子，我爸爸生气起来就拿了雨伞，以前的雨伞就用了，就从背部就一打下去，雨伞就飘起。哦，那时候差点不能够呼吸，常常三分累的。你有因此而比较乖吗？没有，真的是啊，什么都来。所以后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被送回台北跟爸妈住？那就三年级啊，哦，我爷爷因为小时候在乡下常常打架啦、闹事啊、逃学啦，哦，我父亲也是逃学。遗传，管不住了，就上台北了。就在台北来的生活怎么样？爸爸这么脾气坏？嗯，对，我们就住在内湖新民路那边。嗯哼，打架闹事什么都来，那个就在因缘机会附近有教会。嗯，就有一些礼拜天小朋友都在街里面呢，街上玩呢。嗯哼，就有一些大哥大姐姐就要我们小朋友到教会讲耶稣的故事给我们听。所以那是你稍微比较祥和的时光，对不对？应该是那时候，我就说哇，那大哥大姐他们讲耶稣的故事，还有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好好哦。就是不敢讲脏话了吧？会到台北就比较，因为他说耶稣不喜欢小朋友，嗯，不好的行为，嗯哼，所以骂人打架都稍微收敛一点了，哎，会有改善。哦，可是没有想到四年级，隔一年而已哈，啊，对，你们有一年回乡的时候，你就发生大事了，对不对？对，那时候是大年初三，嗯，本来是那天一早我们就要坐车从新营上到松山，嗯哼，就没有想到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父亲。真的是他变成全身脱了光光的，那怎么三十斤、五十斤、四十斤、六十斤、七十斤都来，没有任何迹象，突然就发作。对对对，以前我们也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任何的病痛，
没有，两个眼睛还很邪恶。在前天晚上，我跟我同学去玩得很晚回来，还打我一顿哎。隔天怎么变成这样子？还像电影里面的大法师哦，这样子，就那个情景，真的就让我看到怎么发生在我家。嗯哼，后来就请吉童，那吉童来说祖先没有拜好。嗯哼，我觉得很奇怪，祖先没拜好，祖先怎么会这样子？没有拜，我们补来拜嘛。嗯，可是才前几天29号晚上。拜鬼妹拜天公啊，上面祖先都拜啊，怎么才大年初二就发生就大年初三就发生这种事情？嗯，所以我就好奇怪啊，如果真的是祖先这样，那么先托梦，托梦我们好去补拜，稍微温和一点嘛，哈，对啊，会变这样子，祖先应该保佑我们的呢。所以在你小小心里面一直在思考这个答案，没有办法让你幸福，到现在无解，后来就请了医生来，嗯哼，那医生就给他打镇定剂，吃镇定剂，让他睡，对，让他不会怕又发作起来。嗯哼，就在大年初六，我妈妈从田里回来，就到房间去看我爸爸。嗯，那时候我爸爸已经死去多时，全身已经僵硬了。啊，为什么？到最后法医来解剖，用药剂过量。啊，所以是等于是先有精神上的这种突发的问题，后来又变迷医给害死了。对。哇，那时候你几岁？才那时候我10岁，4年级而已。对啊，那个时候你亲眼目睹父亲抓狂，然后突然暴毙。对，然后看那个解剖，胸腔打开，那个内脏都掏出来。你有看到？我远远在那边看。哦，我很好奇，我的父亲怎么变成这样子？这件事情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人冥冥中这个生命很奇，怎么会这样子？嗯哼，你害怕吗？那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嗯哼，那时候我一直很好奇，我还入殓的时候还看我父亲。嗯哼，这么年轻就去世。嗯哼，我才10岁，上面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嗯哼，我妈妈又不认识字。嗯哼，所以一直找答案。对，我一直没有答案。你用什么方式去找答案？民间信仰啊，全部都听住点吧。嗯哼嗯哼，那个过了2年，我妈妈改嫁，是爷爷奶奶啦、外公外婆他们说真的要改嫁，不然带4个小孩子没办法谋生。嗯，所以改嫁。继父对你好吗？我这个继父是退伍军人。嗯哼，所以管教我们就比较不会像我亲生父亲那么的凶暴。嗯哼，我亲继父他是用斯巴达教育管教我们。嗯哼，半蹲啦、罚跪啦、这个把椅子举高高。嗯嗯嗯，嘴巴比较会骂、整个自信心都被骂了，都没这些笨啊、猪啊什么什么的。嗯、哎、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你的这个性格的养成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对不对？对，那时候慢慢我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你会反抗继父吗？不敢，不敢哦。只是敢怒不敢言。嗯哼，可是常常传后，我妈妈就在哭啊，靠我排名。嗯嗯嗯，民间信仰啊，靠屌啊，弄来看戏，我就一直跪着跟他，好干我唔干。嗯哼，可是没办法，我还是改不掉，还是打架闹事。你那个时候脾气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啊？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惊人之举？会让那个继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常用的凶器，那个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是扁钻，因为那时候我个头好小啊，打输了，拿起来就往人家嘴巴插下去。往嘴巴插啊？往这边插下去。真插进去啊？真的插进去啊！我就跑啊，有时候个头比我小的，我就会更乘胜追击，就追到他家去。啊，他门会反锁啊！嗯、啊，以前不是安全玻璃啊，我就把玻璃打破，门打开进去再捶，所以啊，这个手上啊，这个都是疤痕了、啊。哇！啊，所以村里面的长辈啊，说以后我要是这么坏啊，嗯哼，他们拿菜刀把我砍了。他说，这是我妈妈说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常常为我们整个兄弟姐妹啊这样子，我常常带弟弟妹妹带邻居小朋友去
偷摘人家的水果，嗯、破坏人家的农作物，嗯嗯嗯、人家就会告状。所以是因为这样，你把继父气到心脏病发作吗？哦，这个应该说那个时候常常打架，嗯、啊，我继父常管教我们，嗯、应该算是我去当鸡童，更坏。会当鸡童是有在这之前看到学弟他们那个被那个附身啊，在学校，我觉得好神勇哦，我好羡慕。为什么你小小会想到说去当鸡童？因为看到我学弟他们家好神勇，我甚至希望有一天我要是有办法多好。嗯，而且村里面对我觉得，而且真的是很瞧不起的。哦，没有自信心。对对对，而且打架闹事。嗯，就在想说，因为小时候看过那个一个故事说，说周楚楚三海，嗯，然后我也是村里面的一大海，想说为村里面的这个居民啊尽一点心力。有一天刚好我们村里面要绕境，刚好鸡童刚好不在，然后我就到神龛下面。你自告奋勇说你要去？我就自己去神龛下面把那个一个偶像，就老虎的那个神像抓出来。就来求看会不会那个偶像的灵降在我身上 啊，结果求了好久呢，黑比尔公哦拿那个香哦来拜啊，后牙公啊那结果都太阳快下山了，嗯哼，本来想说啊算了，结果正想说啊要放弃的时候，哎，就竟然降在我身上了，然后我整个的就抖起来了，嗯哼嗯哼，就完成那天的绕境，我的鞋子也不知道喷到哪里去了。啊，我们乡下什么玻璃啦、九重阁啦什么、啊，嗯，擦得我整只脚都在流血，根本没有感觉。嗯，从此以后，只要有庙会，我一定在。嗯，啊，没有庙会，我就是打架闹事。嗯，什么都来。在 K 档的那个当时、嗯，是什么感觉？半意识状态。嗯，整个都被那个灵给扛住。哎，整个哦，那个时候。就你做什么，你说什么，你在干什么？其实你不是那么清楚。那个我那个不是，我只是抓那个虎爷的那个偶像，嗯嗯、所以啊就参与着整个一个绕境，啊就第一个带头冲往前跑。嗯嗯嗯。哎，这种 K 档的过程可以假装吗？别人我不知道，我是整个扛错了，连脚受伤都没有感觉。嗯，我就是半意识状态。嗯。所以你们这种打自己什么是真的？我本身没有不痛、嗯，我本身没有。可是我们另外那些鸡桶啊，就打赤膊、嗯，还有穿那个什么那个围兜啊、嗯，那个真的，哎，啊，我们要吃那个什么去进香啊，什么八家将啊，什么哦、嗯，那个更凶悍啊，哎，那个事后啊，要是看不爽啊，凶器拿起来啊，就开始砍，开始劈谁呀、啊？批对方啊，因为好多个庙一起去庙里进香 啊，这个所谓的神明上身，神明还以后上得了啊、那个结束以后就开始，或者是参与的人就是这样在打哦，真的、哦，那媒体常常播，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所以你认识这些比较这个这种打赤膊的系统，你知道他们是真的被抗挫，有一些真的是被抗挫了。嗯哼，真的是被有受伤的吗？很严重的吗？因为那个刷一脚，那个还有那个气球啊，那个都蛮浅的，都会流血。嗯，还有刀子这样砍，所以你看的不怕哦？我觉得好神勇，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都哦，对我们都哦，真的，我而且说哇，好像找到了自己，嗯哼，很被推崇呢，觉得被看中。嗯，因为平常人家是很瞧不起的。嗯哼。哎，你没有怀疑说这个东西到你身上来到底要干什么吗？我觉得很好。你觉得很好？嗯，可是又不是天天有庙会。哦，可以当完会很累吗？我好几天很虚脱，很累很累，起初觉得好棒哦。嗯哼。可是慢慢会怕。会有一些梦境啊，或者什么东西？没有，我都没有意识。我怕半夜那个鬼会来压。哦，啊，有时候也看很多鬼故事，所以那段时间你自己觉得很神勇，但是你内心深处是很恐惧的，对不对？对，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你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就在有一天的晚上，经过坟地，我爸爸埋在那里，嗯、
总是应该会保佑我嘛，可是还是没有平安，因为小时候鬼故事看太多了。嗯哼，骑脚踏车，我同学骑摩托车，嗯，我说我抓你们肩膀呼啸而过哈，比较不会怕啊，不然呢骑脚踏车要是骑到夜总会会绕链，嗯，啊，那不是扣电杀金拔吗？啊，我就跟我同学讲，他们说好，就经过坟地，那前面有个坑，我同学没有讲，我就往他们就车子往旁边撇，我脚踏车往那坑里面就一撞，牙齿这个牙齿就讲就被摔断了，牙齿断了，下巴受伤，这也受伤，哦，眼镜也飞了，赶过来帮我找牙齿，想要把牙齿捡起来粘回去，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嗯，所以啊，把自己弄得好累好累好累，回家崩睡觉，嗯。你说你会怕鬼来找，你有看到你这个同行，就是其他机同有一些比较奇怪或者不好的遭遇吗？我发觉他们脾气都很坏，哦，啊，我们脾气很坏，我们就慢慢性格就变掉了，是不是？都会私底下脾气都很坏，我所接触的这一卦的，嗯嗯嗯嗯，脾气都很坏啊，我们一见面了一定要问候人家的妈了，都三字经。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样想到你过去曾经有一小段时间是很祥和的，在教会玩耍，然后你去教会去徘徊？就三四年级那段时间，一年半在台北接触教会，那时候感觉到很好。嗯哼，之后我爸爸去世，我们就搬回乡下，后来就嗯哼，乱七八糟了。嗯哼，所以呢，这样子我几乎气到心脏病，而且就说啊，这样下去呀，就干脆软硬兼施，要到台南去上班。嗯哼，在工厂附近啊，哦，那是邻居开的工厂，是制药厂。附近让我看到了教会。嗯哼，让我想起小时候去过教会。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很挣扎，我好想回家，回那个家就是教会，因为我把那个教会当作是让我才可以找到平衡的，有那个温暖的地方，有那个平静的，对对对，被接纳。嗯哼，因为我们在庙里啊，这给人这个给带啊，公骂谁人才，我们每个人拜拜就是保庇厝内民平安用家老堂财大摊子，都是很自私的。那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那是牌楼上写的。所以那段时间我挣扎好久，我到底要去教会呢，还是继续当乩童？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说乩童我怎么可以教会呢？那也是不会搞呢，哦，可是我家人也不会答应啊。我就挣扎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一有庙会我就回去。所以你都还是没有进教会，你只看到在那里有一个教会。对对对，我发觉那教会里面的全家礼拜天全家和乐融融啊，上教堂啊，常常教会有人家唱诗歌，我觉得我好，真的哇，我里面很挣扎。就在二十七年前，67年平安夜，我骑着脚踏车经过教会，我就故意留在教会门口，看有没有人邀请我进教会。就有一个长辈，我四五十岁的长辈出来看到我，就把我带进教会。刚好有那个能力研习营，就请他们从台南到台北，我爸爸妈妈他们在那边聚会，可是哦，在那边打个水，在捣鼓，他们以为牧师来是帮他把脉啊，跟他开除光钱。唱的诗歌，快乐地跟着节拍跳舞。进到教会后的李静雅，寻找到那期盼已久的平安和喜乐。她抛开过去交鬼的阴影，重新开始新的生命。现在的她常常为着有困难的弟兄姐妹祷告，把每一个人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因她知道每一时每一刻上帝都与她同在。
如今他已抛开过去，生命不再一样。进到教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进到教会哟，我觉得好喜乐、嗯、可是竟然节目是走到最后一个、嗯、很多小朋友在台上普世欢腾，普世欢腾就祝家家、嗯、那时候哇怎么是最后一个节目，就要给我了一个橘子还有饼干，让我想起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哇高兴了、哦、我接触教会，从那时候我就讲说我把一个这当机啊，我买两盒呀。嗯, 嗯、啊、他们有给我一张福音单张。嗯哼。培林医病布道大会。嗯哼。我说好，我要参加。那是12月26、27、28，连着三天。我就在26号晚上，我就到教会。一到教会，哇，里面人山人海，坐得满满的。我就坐在最后面。那时候人家诗歌都唱完了，唱完了牧师在讲道啊，说我们请打开圣经，我就因为那是很传统崇拜的椅子，我那是一圣经放在前，我就把它打开。那第一次翻到圣经，我以为里面有连环图画。嗯哼。牧师说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哪一章哪一节，我都看不懂啊。嗯。啊，就有个姊妹很有爱心，看我在那边，你在那边演啥，就主动过来。帮我翻，我、哦、那时候我好感动，那个人又不认识我，干嘛帮我翻圣经？当然，当那个姊妹帮我翻到，牧师又讲了另外一节圣经，可是他就很不愿意帮我翻。真的，我那时候就说，真的在教会里面，真的很有爱心，很有爱心。牧师讲到那场我听不懂，可是那姊妹就这样子，到最后。牧师讲到告一个段落，他说请那些、哦、我们请低头祷告，我赶快低头，我不知道牧师要做什么、啊、他说请低头的请举手，我第一个举手，然后就我还不敢放下，我怕牧师没看到，怕耶稣没看到我，到最后请他举手站起来，我第一个站起来，到最后哦，好多人都站起来啊。他说请那些站起来走到前面，我第一个砰砰砰砰跑到台前，我手举得高高的，哎呀，牧师看到我，因为我怕牧师没，要是没看到，或是上帝没看到我，你又要落入那个黑暗的恐惧。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不要再那样的关系，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所以到最后他带我们祷告，我就祷告啊，到最后也有陪他演啊，就签名。就是你除了那天之外，你又去了一天，是不是？对，你隔天第二天又跑去值班，第三天。哦、哎，第三天我跑去。对啊，我跑去的时候，哦，那家诗歌也唱完了，啊，我也换圣经，我就知道了。嗯、可是换我也知道，我就赶快找，那个妈妈呢？那个妈妈呢？没有，还是有一个妈妈就主动过来帮我换。我觉得说，真的耶稣里，真的信耶稣的人很有爱心。就不止好像是碰到一个，其实大家都很好，对对对对，这样子。真的，看他们都真的很有爱心，帮我换。嗯。当然我就知道了，那个到最后应该还又要祷告了。哎，我赶快低头举手，赶快举手，又举一次，又跑到台前。哎，对啊，站起来，跑到台前。牧师说又是你。我不知道。哎，就这样子。哎，听说你去这个布道会路程很远哦。嗯，对。你是怎么去的？我骑了脚踏车从台南县仁德骑到台南市。哦，你骑了多久？哦。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哇，哎，还可以再去两次，那表示你的这个心意真的很急迫。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心意是很好啊，我不要在那，我很怕这个平安会不见了、啊。嗯哼，后来你到这个教会说你希望在这边能够被教会被耶稣接受，被上帝接受。对，那教会的人知道你曾经有教鬼或是当过乩童的这个背景吗？他们会关心我，会问我啊，那我就跟他们讲啊。啊、跟他们讲，他们就很关心我、啊、就一直带我到聚会啦，常常参加特别聚会啊、嗯、我就去参加、嗯嗯、可是到最后我觉得信耶稣很好啊，可是好像离上帝还是有一点远、嗯、哎，奇怪，那个时候的你还是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很薄弱吗？对，
还是一样。对，可是化学教会很有爱心呢。嗯哼。哦，就在隔年，我就准备要受洗，他们跟我提到受洗的事，那时候是二月四号。啊，二月四号之前呢，因为我们要回家，嗯，啊，过年。当我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讲，我妈妈就跟我说：“哇，代志大条啊！”就跟我讲说：“你去信就好啊，你们带恁弟弟妹妹去信。”我说：“信耶稣很好啊！”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信耶稣真好啊！”嗯、你讲你信信就好啊。阿门讲：“阿、啊、你唔知你拜啥？”啊，唔知啊，啊，咱人咧拜啊，啊，咱就甲人拜啊，啊，咧行向对人拜，啊，戆戆对人去拜望。嗯哼。哦，啊，真的，我看我妈妈真的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可是呢，让我觉得，我妹妹就在我过年的时候，她跟我讲一句话，然后哥哥，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哦。嗯。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妹妹怎么会这样子讲呢？才知道我以前。我爹不高兴，我都扒了啊，要不然我就踹下去了。我弟弟妹妹是这样子被我打大的，我拿那个很长的那个推啊，从我弟弟背后就打下去了，昏气啊，就晕厥过去了、啊，应该会痛啊，会哭啊，可是被我打昏了、啊，当然哭不出来啊，痛昏了。是暴力到这个程度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我没有原因就这样打弟妹啊？因为他不写功课。哦哦。太严厉了我脾气很坏，我脾气很坏、嗯、所以我才知道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哦、真的有一首歌，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开始了春天，真的从黑暗的国度到上帝的国度，真的很棒啊，改变了我啊！嗯，以前刚接触教会啊，啊，一到教会，平安，耶稣爱你，我会给不回，因为我碰到牧师嘛，随便敢问哦，因为他们从香港来的，本来先问候他妈妈，可是真的，上帝改变了，从里面开始改变，所以啊，我妈妈觉得，嗯，吃下信耶稣也好了。所以看到你脾气变好了，这个家人本来从很反对，到后来觉得啊也不错了哈、哦。对对对。可是到他们也要去信主，还有一段路，对不对？你是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的？除了我的生命被改变，嗯、有一次那时候我的教会是在台南，我台北的牧师就到我们台南去带聚会，他为他的爸爸妈妈祷告，他说义人的后裔必定会蒙福，我就这样子，我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呢。我就开始为了爸爸妈妈祷告了、嗯、五年左右，五年啊，对，很长的时间，对，就在这之前我牧师说你要继续读书啦、嗯、国中毕业不能做什么，嗯，那我就去读书啊，读书我就开始把同学都带到教会啊，毕业以后我就到那个到部队去当兵，当兵啊，就在台北的时候，刚好有那个能力研习营，就是教会办的特别聚会。嗯、我想说，要该孝顺我爸爸妈妈，可是我几乎都有心脏病，怎么孝顺呢？我就请他们从台南到台北。啊，当我从部队到教会的时候、嗯，我爸爸妈妈他们在那边聚会，可是哦，在那边打个水。动姑，他们以为牧师来是帮他把脉啊，跟他开厨房间，结果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就散会以后，牧师也没有做什么，因为那是预备聚会。嗯嗯，我就本来想说他们隔天再参加留下来，然后我就要带他们去饭店住，后来我就回部队。我们牧师说。哎，就留在宿舍就好了，给他们打扫打扫，的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打扫准备好、安顿好了，我就回到部队。当我从部队，到部队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妈妈说：“哎，李健啊，弟兄啊，你爸爸妈妈是受洗信耶稣嘞。”那时候我觉得好奇怪，怎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大猪大义信耶稣。可是我想起我也是短租短，也是信耶稣啊，也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啊。隔天他们回去啊，他们没有等我再来啊，
过了差不多几个礼拜，我放假回到乡下，我就要去了解我爸爸跟我妈妈信耶稣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嗯，怎么这么快哈？对啊，以前说叫我不要信，没有叫我叫我不要到弟弟妹妹去信，怎么写的呢？我妈妈才跟我讲，我的肌肉心脏病没坏，没再发作。我觉得，哎呦，我们家竟然有上帝的神迹嘞！哦，我就问我妈妈，啊，你为什么要信？啊，我妈妈就说，啊，你爸爸信呐，啊，我当然也信呐，啊。我说，啊，那样简单哦。到最后，我妈妈才跟我讲一件事情，那有黑姑啊，那个气喘，她说一睡到半夜啊。哦，那个气喘啊，要是发作，他说很苦，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让它缓和下来。嗯，他说如果没喝的话，哇，真的很痛苦。竟然跟我几乎受洗又回到乡下，到现在没有再发作。嗯，所以啊，真的看到我继父啦，我妈妈真的经历了上帝的医治呢。嗯，哇，从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妈整个生命啊被改变。换了以前啊，我才会看那六十岁嘞。现在啊，六十多岁了，快七十岁，竟看那五十岁了，真的有平安有喜的。其实经历这种奇迹，或是这种医治的，不只是你的生命啊，你的父亲母亲，其实还包括了你的妻子。我们来谈谈，你跟你妻子是怎么认识的？感谢主，我的妻子是在教会认识的。她是。中央山脉以东的山东人，阿美族，他是我们在教会有个团契，是社会青年团契，认识他起初，他都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很瘦，然后我就追他。你那时候很瘦，很瘦，我追他，他就躲我。林夫人很漂亮，你那时候追他，很多人在追呢。后来是他怎么选到你啊？他家人有没有？他妈妈祷告说你应该嫁给哦，真的啊，这是我岳母真的很爱主，很属灵，很属灵，很爱主。我们结婚以后，我们要是有吵架的话，第二天电话就打来了，上帝都会告诉我岳母你们怎么了。所以你们是后来才知道说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有小孩的事情。对，因为医生检查出来说子宫内膜异位，子宫粘连。那时候他是护士啊，他们里面的同事就说：“这女人，你是个女人吗？连个蟑螂蚂蚁都生不出来。”所以他内心里面真的这样想太狠了吧？对啊，所以他这是他之后讲的。他就在我们教会有办能力研习营。那个我们那个牧师啊，他是从国外来的，他说这个明年我再来的时候啊，你太太会怀孕。他那时候已经散会了啦。那时候他知道有什么事情，比如说可能您的夫人有不孕症啊，或是说他根本不知道啊，都不知道，因为就突然就来讲一句这个话。哎呀，他就从休息室出来就直接跟我这样讲。嗯哼，但我听不懂英文啊，一定有翻译翻嘛。我就不以为意，回去就告诉我姊妹、我太太。然后我太太听听，隔了一个月，一个以色列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啊。我们那天礼拜天聚会完以后，我就带着我太太，到台前，请她为我们祷告。嗯哼。因为我们以前在庙里啊，我们根本就用问的哈、求神我就问。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上帝感动，那更不用问嘛，就为我跟我太太按手祷告。第一句话，上帝要给你一个 baby 啊！我的太太听了，哭得稀里哗啦。他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前一个牧师有跟你讲这个事情。可是真的印证隔一个月呢。哦，真的隔年，真的感谢上帝啊！我太太怀孕了，就在十月份。我太太我就挺了个肚子，那个牧师隔年真的来为了祷告，十月三号我女儿生出来，隔了一个月十月份，那个以色列现在又来我们教会，我就请带他请他为我们祝祷告。
哎，鼠来宝啊，鼠来宝，如何挽救那苦恼？办法只有那一宝，来信耶稣真正好，包你快乐又逍遥。圣经真理天天瞧，恩典无穷比天高。遇到困难没烦恼，向着耶稣来祷告，耶稣为你担忧劳啊，担忧劳。每个星期，李静雅都会陪着一双儿女打球。这一对得来不易的孩子是上帝给李静雅夫妇最大的礼物。原本妻子被判定不孕，却意外地在结婚两年后得到孩子，让这对夫妻重新燃起希望。李静雅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每一个时光，因为这对她来说都是恩典。从小在暴力阴影下成长的她，绝不让孩子再过相同的生活。李静雅不再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子女，现在的她总是带着笑容，把爱化成行动，跟着孩子一起成长。这个转折对你的心情来说是一个天壤之别的这个差距，从本来觉得我不可能做爸爸了，对呀、啊、对呀、啊，那种难过、失望、落空，到后来。你会被祝福有一个，你当时有没有还怀疑？那时候我觉得上帝啊，你真的很爱我。你觉得应该就有了？对。哦。我觉得真的上帝很爱我。到你抱到 baby 那一刻的心情怎么样？啊，我竟然也能够当爸爸，我很感动，就是很感激我太太，竟然这么漂亮愿意嫁给我、嗯。因为常常在路上散步的时候，人家都看看我，看看他。看他们摇头，怎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嫁给这么丑的男人？我会套句你的话，你很有心。哎，我是个心男。哎，是好一朵花种在花圃里呢。哎，不过你在这个打骂教育这种又既严厉又粗暴的环境下长大，这个后来对于你当父亲，毕竟会有这种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对不对？有、嗯、所以我一直在control我的情绪。嗯哼，所以啊，以前我生父是不明就里，他也不高兴啊，或者没串错，东西拿起来有东西那也丢啊，或是棍子啊，不管什么轻重。嗯嗯嗯。那之后慢慢在教会，慢慢长大，真的有时候我会有情绪的时候。嗯嗯。可是。我一定先叫，把小孩叫过来，你有什么错先讲清楚，我要打你几下，就是不是拿起来乱打，就是先给自己一个数字规范，然后告诉他原因，讲对啊，就打屁股。下手重吗？哦，有时候真的是气起来有时候会比较重。嘿，还好他小孩子没有打电话到警察去告状。这小孩子现在多大？现在国一、哦、啊，女儿国一啊、嗯，那个儿子小六。你们现在感情怎么样？这个我都会跟他们出去玩的、啊。嗯哼，哎，他们有什么事情要玩，一定会找我。比较不怕你了。他们出闯祸还是会怕。知道说这个有闯祸做错事的话，还后面还是会有后果的啦。对对对对。哦，而且这个后果，这个爸爸这个执法是很严格的、对，要下猛药，不要老是这样子也不好。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你们这个一对子女啊，加上你自己都蛮会表演的。你听说你女儿拍过广告，你儿子还拍过电影。对。这个是怎么一个过程？因为刚好我们家有个姊妹啊，刚好接触一个弟兄，嗯，啊，他刚好投资一家经纪公司，嗯。那就让我女儿去试镜哦，那我女儿就去试，好、哦，就拍了好几次广告哦。那儿子呢？儿子是演过一部电影，嗯、是《全民公仆》嗯，那是万人导演导的戏。嗯，哎、嗯，他那时候几岁？那时候四岁吧，我四岁，好可爱，就拍电影、哎，他没有一句台词，就会看到儿子女儿都有这个发挥，你这个也蛮爱现的爸爸。后来也拍广告了，是不是？我会这么爱现，是因为
是因为国中的时候我一个国文老师他真的是给我启蒙，啊，所以那时候教我演讲，教我相声，教我数来宝。我讲些武器啊，都是网路啦。从小就爱表演的李静雅担任过许多部电视剧和广告的演出，也曾经在 Good TV 的募款广告上和太太尬上一脚。 Hello 老婆，老公，今天是主日，你在深山没有教会怎么办？没关系，虽然在许多的演出上李静雅都不是担任主角，但是她总是乐在演出，而不在乎角色的大小。那你自己后来是怎么会去拍广告？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女儿去啊，啊，而且说，哎，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插咔嘎一脚啊，啊，他们我就去试镜。嗯哼，那时候纯粹是好玩。哦，你拍广告，那个广告其实还蛮多人看过的，所以你在路上有被人家认出来过吗？哎，这个人好像有人觉得不好意思问，都透过人，哎，是不是？我说是。哦，这还有一点那个明星的味道了哈。没有啦，没有明星啦，人家应该让人家一看就知道那才叫明星，您比较。没有没有，这表演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乐趣？我觉得我很喜欢演感情戏。哎，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享受在那个角色里面去揣摩。哎，我觉得是一种很enjoy的事。所以你心中有一个想望，就是说想演真正一个角色，是不是？就是说不要只是拍广告，我还真的蛮想去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嗯，我任何角色都想去尝试的，只是碍目前的环境比较没办法。嗯哼，但听说你在这个拍广告的过程中，其实也不是那么顺利嘛，就是导演啊，还是会。指东指西的，对不对？哦，有几个导演骂得好凶哦，嗯，真的哦，尤其叫演那个色眯眯的角色，我就演不出来了。那后来怎么办？哎，后来怎么办？就打压着上架，就演了。可是到最后导演也没办法啊，嗯，就带过去吧。就是虽不满意，但可带过这样子。对对对。哦，所以被骂那么凶，你还是有兴趣哦。哦，我觉得还是有兴趣。我觉得这个这个角色，让人家看到我，好让人家以后我跟人家讲耶稣的时候啊，我觉得可有加分的作用。李静雅的人生前半场走得颠簸，家暴让她失去家的温暖，当鸡童让她失去平安，人生看似没有盼望和前途。然而他却在尽头时走进了教会，从一个充满暴力之气的人转变成为笑容满面充满喜乐的人。只要一有空，李静雅就会四处传福音，把欢乐的气氛带给周遭朋友们。所以现在其实你对自己的认知跟这个喜乐跟快乐的这个心情，让你可以自由发挥，找回那个自信心，对不对？我想应该是因为信耶稣，在教会里面被接纳，在教会里面整个自信心被建立，那是最重要的。在民间的信仰，我们的环境里面，我没有经历到。对，我真的在教会里面，真的如在圣经里面所接受。所以我看你现在讲话啊、谈吐啊，虎虎生风，都不是在靠那个什么虎爷了，真的是来自你自己，而且那个眼神是。很笃定的，是很快乐的，对，很喜乐，而且很讨喜的。我的讨喜的要观众，我常常讲一句英语说 ，Because Jesus in my heart like a bomb，因为上帝是活的，像一个炸弹一样啊，因为上帝是活的 ，Because Jesus is living God。嗯哼，所以其实你也有信心，说我其实可以朝向演艺圈发展，对不对？那未来的日子机会要有机会。你还把你的这个故事啊，用你以前你说有个老师鼓励你的这种数来宝的方式来演出，对不对？对。你现场要不要秀给观众朋友看一下？看一段了，看一段好不好？哦，好吧，好吧。那个里面，我的身世那是之前的了哈，我们就用做一个我信耶稣以后的这样一个 ending 跟你分享，跟观众分享。好。
哎，数来宝啊，数来宝，如何挽救那苦恼？办法只有那一宝，来信耶稣真正好，包你快乐又逍遥。圣经真理天天瞧，恩典无穷比天高。遇到困难没烦恼，向着耶稣来祷告。耶稣为你担忧劳啊，担忧劳。天天张口开心笑，教会服事真正好，小组聚会妙妙妙，弟兄姐妹齐辅导，靠主就来得胜了，得胜了。读经祷告健身操，包你精神天天好，永生天路来奔跑，天上冠冕保存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呀，真正好。哦，哎，你真的有表演的天分哎。建海哥，你是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我觉得，能够掌握到一些人对我的一个注意焦点，让人家看到我所信的这位耶稣真的很好。其实一路从这个好，仿佛在黑暗当中啊，被这种撒旦给捆绑，到现在你可以这么样喜乐高兴，这么大声勇敢的活出自己的生命，你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吗？我觉得真的是以前我真的是在黑暗里面，如果我还没信耶稣的话，可能先我当神棍，不可能在黑社会，不可能在监牢里。因为我弟弟八家将啊，到最后他还信耶稣了。我的弟弟那时候真的是更严重，把我爸爸最后半条命差点气坏掉。可是现在真的，我很希望在座这个在电视前面的观众，真的还没信过的耶稣，你来信信看，真的来信信看。就像你还没有吃过的水果，你来吃吃看，真的你尝到耶稣那恩典啊，享受那种平安，真的。你可以试试看。已经看到静雅哥的人恐怕还没有被问候就要跑到三里远，但现在看到的人都好喜欢静雅哥。或许您看到这集之后会问，这世上真的有鬼吗？真的会有鬼附身的情况吗？如果有的话，要怎么样能够战胜鬼魅的纠缠呢？静雅哥的生命或许真真切切地给了你一些的答案，而且也可以提供一些仍旧在黑暗势力当中被挟制的人一条出黑暗入光明的道路。静雅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啊，我觉得在台北好多一些联合的聚会当中，常常都会看到他，然后在唱诗敬拜赞美的时候，他超嗨啊，哇！很投入的敬拜，有时候觉得哦，这位弟兄怎么这么如此的投入哈、啊？但是他真的很可爱，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你看他，一方面他有生命有很多的一些更新，他遇见神、认识神、带很多人信主，然后他也很爱表演，他真的是一个也很会表演。但我觉得我在他生命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是到这一集节目里面，我才知道哇。原来他以前做过机桶啊，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从以前他是一个通灵的机桶，到现在他活在圣灵的管制、圣灵的带领之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真的只是不同的宗教而已？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经验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在静雅身上，我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记得吗？他说那个时候他去通灵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机童，然后，他可以仅感受到那个灵附在他的身上。在那一刻，可能别人很尊敬他，因为不是尊敬李静雅这个人，而是尊敬那个附在他身上的那个灵。姑且不说那个灵是什么样的灵，但是别人会害怕，所以别人会惹不起他。但是呢？当那个法师做完之后，他就讲到说，你照样拿起刀来就对砍，然后，做这个经历那个灵的那个通灵那段时间，他是一个人，然后之后呢，他照样打架的打架，继续去闹事，继续去这个杀人，继续去这个勒索，继续做不良少年，继续在这个地方上惹是生非。就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嘛。一方面他是一个通灵的人，另外一方面他是一个极恶劣行径的人。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却不是这样。
今天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不一定会有些什么样灵异事件，不一定。也许有人成为基督徒，一辈子没有碰过什么灵异事件，但是真正的那个圣灵的大能是什么呢？我觉得圣灵最大的能力，其实不是在那些外面的灵异事件，圣灵最大的能力是改变人的生命。静雅提到说，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我很感动的是，她妹妹她信主之后怎么样带她的家人信主，怎么带她的同学信主，怎么带她的妹妹。她说她的妹妹以前根本不敢跟她讲话，因为这个哥哥动不动就打人，打到很凶很狠的一个人，家人根本怕她，怕得要命。但当她信主之后，父亲会愿意来教会，会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弟弟妹妹家人同学这些人都在他的身边。他是一个会表演的人，所以如果让他站在台上表演，告诉别人信耶稣多好，他可能会表演也很精彩，也有些人可能因为他的表演而愿意信耶稣。但是他的家人，他的弟弟妹妹，他的父母亲，他的同学，这些人要看的不是他的表演，是他生命里面的改变。这些人真真实实看见李静雅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觉得这是成为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宝贝的一件事。是，我相信圣灵有他的大能，圣灵在他的上帝的主权之下，也做许多也许从一般人来看可能蛮灵异的事件。但是我觉得圣灵做更了不起的事情，是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你和我这个人经验生命。你也期待生命的改变吗？如果你期待到教会到神的面前只是看一些灵异事件，也许你会后悔，因为觉得不一定，也许真的教会里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神，特别瞎眼看见，瘸腿会行走，这个甚至也许我们在一些地方听到说死人会复活，是会有这样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死人复活之后后来他还是死了，比较重要的是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所看到的李静雅今天吸引人的不是那些灵异事件，是她生命里面圣灵的工作改变。祝福你，如果你期待改变，如果你期待生命有改变，来认识这位恩典。